那个小姐啊，脸非常臭，脸非常的臭。然后我就跟她讲说，哎呦，我有会员，我就报了我的电话给她，就这样，脸就很臭。然后我就再捞我的那个零钱，她又翻了白眼。捞完了一个正确数字之后，她就说，发票存里面还是印出来？发票存里面印出来。我要走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小姐，你是不是很痛苦啊？他就愣了一下。我哦，昨天脾气心情算不错，要不然哦，我会跟他说一些人生大道理。我会跟他讲说，妹妹，如果你工作这么不快乐，你的癌细胞会增加，你的好细胞会被癌细胞吃走。你赚这个钱哦，每户立了一元回，你还是早点回家睡觉。那很痛苦，非常的痛苦，看得很舍不得。我昨天又洗了一个头，洗完头呢，我就去买了一些饮料。我买了好像200多块吧，288吧。那我就想说，那就8块，我有零钱。那因为我的这个包包啊，零钱袋啊，零钱袋在这边，要拉开那个拉链，就慢慢捞那个零钱，捞的似乎有些许比较慢了一点。那个小姐啊，脸非常的臭，脸非常的臭。然后我就跟她讲说，哎呦，我有会员，我就报了我的电话给她，就这样，脸就很臭。那我就再捞我的那个零钱，她又翻了白眼，这样，都不动声色，慢慢的捞，捞给她。捞完了一个正确数字之后，她就说，发票存里面还是印出来？发票存里面印出来，这样子。说发票存里面，因为我是背环保袋，我是放在我的袋子。我要走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小姐，你是不是很痛苦啊？”他就愣了一下，反正他眼睛都没有，我在看头前面啦，反正一直翻白眼，一直翻白眼这样子啊。我哦，昨天脾气心情算不错，要不然哦，我会跟他说一些人生大道理。我会跟他讲什么人生大道理？我倒也不是会骂他，我会跟他讲说：“妹妹，如果你工作这么不快乐，你的癌细胞会增加，你的好细胞会被癌细胞吃走。你赚这个钱哦，每户立了一元回，你还是早点回家睡觉。工作要有热忱，如果你很痛苦，我劝你早点回去。真的，我是怕你身体哦受不了。这就是他现在遇到的我。要是他遇到我年轻的我。”我若无叫因主管出来吼，你就差不多已经要无头路啊！恁爸若无吼，甲你干掉一个，你吼四脚朝天哦，我绝对无啥用啊！了解无？他很痛苦，他非常的痛苦，看得很舍不得。我有一次去逛街，那时候还没有疫情，所以都不用戴口罩，就对着姐的疯疯癫癫的啦。你走过去，你不让他会骂你哦。伊要行过，你无什么过，伊会甲你骂哦。结果。一走过，我唔知爱什么鬼嘛，我都无让伊啦。看到我，你好，啊，你先行，那个笑的认出是我，笑的是有看电视的哦，他认出是我，连笑的都知影我就起来，连笑的都唔敢惹我，那有一个正常人敢惹我，你讲是不是？